在呢是下午4:30左右，等一下呢我就要前往和平篮球馆继续观看我们琼斯杯的赛事了。今天是第三天，那晚上7:00呢会有中华蓝队对上卡达的比赛。很开心呢，前两天的赛事我们中华白队跟中华蓝队都有拿下胜利，相信今天一定也可以拿下胜利。好，不多说，我要出发咯，走。 对，今天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看球赛，我现在要去接瑞娜。瑞娜来了，今天的球友 Rina、现在人已经在2楼了，因为今天是平日啦，所以现在旁边都没有吃的。我本来想说我要来买一下炸鸡大师粉，就是买那个我上次吃的鸡蛋糕。今天打的是7:00赛事，中华蓝队现在里面已经在进行别队的比赛了，所以我们一样小配包就是赶快先进去找座位。找很空哎，礼拜一很多人都还没有下班，所以都是下班后赶过来。中华队的球赛还没开始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看一下 Lucy Girl 来看拉妹。现场已经有人在排队了，哇，好可爱哦。我突然很想要买个抱枕来跟他们合照，而且现在在打9折。没有，完了，我们去合照。我现在小粉丝要浓。今天除了来看中华队，我们还要来看 Lucy Girl。现在的比赛呢是韩国对上伊朗的比赛，收音还是好大声哦。换 Rina 要来被荼毒，耳朵的部分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个人。今天不止我跟 Rina 哦，走，看到我们紫菱。嗨，大家好，紫菱。来看篮球。没错，我是从篮球开始尿的。是的，从篮球起家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支持一下。我觉得琼斯杯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赛事，它虽然是我们台湾自己主办，但是我们会邀请其他国家的篮球好手一起来进行交流。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交流。对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你们是第一次看吗？不是，我小时候就有看。在现场我是第一次啊，现场我同事，现场第一次，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。对啊，然后那今天刚好来到现场体验那个超大声的哨子声。那个哨子真的，我真心被吓到了，真的，好希望有耳塞。
谢谢。有紧张哦，有紧张哦。中华队加油！结束了，现在要进行第二节哦。然后我们现在的比分是19-16，小赢三分，但是希望第二节能够稳稳拿下。会赢的，会赢的，加油加油！林婷婷正在，刚刚林婷婷已经连续两个三分球了，现在是31-22，又开始拉出差距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这个地方是很像的地方，那是一个人的休息室，我们要进去咯，带你们直击休息室走。各位观众，太香了吧！哇哇，你进来太热闹了吧！自我介绍一下，是 Roy， 是 Nico， Nico， 克拉拉，夏之。回收组的米卡，回收组的米卡，资源回收，一般垃圾的小汪，小汪，这个是我们最辣团长，来来来，烧香的这个，烧香的啊，没事，但我跟你说，用 body language 就好了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发现一个很可爱、很可爱的画面，Natalie， what are you doing？ I'm studying。哦，我们来看一下他在做什么。他在写中文，哇！而且他字也太漂亮了吧！对，我的天哪！每一个中间，他有时间，他就会练习。好认真哦，认真的女人最美丽。最后一位是我们的，哇，来自俄罗斯的莉莉亚，她中文已经会了，中文超好。Oh, oh my god！ 你会讲台语吗？不啦，我教你，我教你一个，我很漂亮，我就帅耶。What's sweet 啊 ？What's sweet 耶 ？What's sweet 耶？对你一走出去就 What's sweet 耶 ？What's sweet 耶？啊！为什么你在这里 ？Rina， 我加入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什么时候加入的？学妹，所以你是学妹，学妹要做这些。是啦啦队，我现在站在这边应该也可以假装一下那些girl了。那一字马，好，一字马，一字马，一字马。有什么条件？这刚刚其实团长有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我想要听一下大家是怎么回答。要善良哦，都跟外表没有关系啊。要能吃苦，漂亮，然后身材好，然后明星样什么都不用。都没有，奶大，然后屁股大，然后身材纤细，什么瘦骨如柴，全部都没有。这些都没有，但他们全部都有，真的超级没有说服力的。当时为什么会加入 Lucky Girl？ 加入的原因是什么？某任男朋友介绍，分手了，单身了，各位单身了，单身了，找份工作，找一份工作，很实在。我是向那个队老师的表白啊，那过来的，对对对，赚钱起家。看来大家真的是要很刻苦耐劳，大家都是为了赚钱。我是肉姨找我的，又是我，没头没错，没头没错。肉姨是老师，那你是这里的舞蹈编舞？对，那你在编舞的时候，你有特别就是要以什么样的方向？因为我发现 Lucky Girl 是比较美式的，整齐，然后有力量的，力度的控制要抓得非常非常好。有，其实我有看到就是在场上表演的时候，你那个腿直好漂亮，那个腿长，那个脸要身材有身材，跟脂肪站在一起啊。
孩子借的长腿，可以。今天我为了要来访问他们，我自己也是踩了高跷来，你看一下，我自己也是踩了高跷来，不然我就一拖鞋，大概是这样。非常多人喜欢，然后这个是最新for琼斯杯的设计。哇！它虽然不是蓝色，但是很多人呢tag我们说，这个中华纸实在太棒了。在场上是真的非常非常亮眼，大部分都会参考国外的，比较辣，但是也很热情的感觉。哎呦，非常的热情，我看了也是热血澎湃。你想不想来我们球场玩？想啊！我发现啊 Lucy Girl 真的远看非常有距离感，但我发现近看大家都很幽默，而且好活泼，天哪，就是完全没有偶包，然后那种很高冷其实真的没有，对，然后就是非常的放得开，然后装丑也可以，你知道吗，就是女神级的存在，但是却可以装丑，这才是真女神，真的。现在是 Lucy Girl 他们在练习他们的节间舞蹈，在这边看他们跳真的太性感了，好壮观，哇，我获得 Lucy Girl 的钥匙圈，团长送的，谢谢团长，可以抽奖，不行，这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我们要送我的，我也是 Lucy Girl 的小粉丝好吗？最欧美的可妹，他好凶哦，干嘛要帮他打人，什么？好想跟你跳，走路就走路，哎呀哎呀，超可爱的，可爱的，很可爱的，可爱的 ending， 可爱的 ending， 可爱的 ending， 啊！我等一下要来体验节间 Lucy Girl， 我要当 Lucy Girl 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先上场了，加油啊！好紧张哦，我是 Lucy Girl 了。比赛第三节倒数1分20秒。66-57，还是顶天，但是也是一样，不可以掉以轻心，都还可以加油，加油 ！Lucy Girl 等等就要准备节间表演了，哇，这画面太香，每个都在拉筋踢腿，哇塞，怎么有种紧张的感觉？虽然只有当一下下的 Lucy Girl， 大概是他们的惊喜包 special， 但是好紧张，怎么办？混入，加油，加油！到现在心跳还是砰砰跳，
就是刚刚虽然跳完了，但是其实还在那个悸动里面，其实真的还是挺好玩的。对，真的。第四节倒数一分半，现在的比分是88-74，哎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稳下来。最开心的就是我竟然体验了 Lucky Girl， 对，虽然只有一小节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开心、很兴奋的。我终于踏上篮球场上跳舞，真的，然后他们好大方哦。对，他们这是我真的没想到的，非常的热情，真的跟我原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很开心中华队也拿下胜利，耶！那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喽，好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